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です。好，在7月21号的时候，这个超级战斗之路就有最佳的新关卡嘛，第62关人工生命体。那这个关卡讲真的，应该不会到太难了，毕竟现在的超级战斗之路，想来应该不会有到那种过不去的难度了，因为现在的卡真的是太强太强了。OK， 这边的话第62关加开，那么北极大的 supporter member 里又多一片啦，非常棒，就希望尽快的把它给收到满啦。OK， 那么这一次就来把它给通关掉吧。队伍的话我可能大概就组个这个样子啦，全魔人普听，然后顺便的把这个一直被我嫌弃的角色给带上场啦，不然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发挥它这个样子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直接出发啦。じゃあ行きます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应该没有什么太难度吧。我是说不是很认识的。这个是初次单一个关卡的啦。这个吸血鬼样子的角色完全没有印象啊。My God。OK， 那么这一边的话，一个小老鼠啦，也不知道敌方的输出多么的大，所以该防的还是得防啦。12万、21万、15万，さてさて、いきます。もう満台。好，249万小苦出值起头。啪。再来老实说这个敌方的血量好软哦，这么低的输出都打掉快半条血了，这样子的话好有这个彩星的提普来个三连击，说不定可以直接把他的这一位给解决掉耶。好的啊，干，不要讲三连击啦，连连击都没有，二连击都没有，来骗啊，来气绝。完全搞不懂是什么鬼。My God, my God。就顺顺的打过去呗。OK。感觉那只长得像有点像猪这样子的，好像是踩着风火轮这样子。突然出现没印象中不看没看过的角色，有点头痛。哪里的？哪里的？卡没卡没哈？哎 ，Oh my， 哪里的？这个吸血鬼，我想不出到底是出在哪里一个 OVA 的了。有人认识他们没有？有人认识他们没有？我对他们两位完全没有印象喂。哦呀，哦，出来了，不过不管他。嗨，想不到要花3个回合才可以解决这个战斗，稍微有点久，主要还是因为连击系统跟彗星系统不怎么给力吧。不过。整体情况应该说整体体感这样打下来的话不会到特别难啊，蛮简单的。OK， 狼人三兄弟，为什么会是狼人三兄弟呢？他们有跟普打过吗？没有印象耶。呀呗，慢慢慢。OK， 这边的话就来个 Wiz， 然后我看两个加工道具直接请下去好了啦，打快一点。哎呀，这个样子啊，那么这个白法好了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，どうしよう。想一下。OK 啦，按顺序来解决。超必杀是肯定要的嘛。嗨，最后这个样子。
さて。啊，有时候真的是打到不懂要怎样去打下去了。可是魔人普队来说，应该是慢慢磨队才对啦。他们本身的输出有些也没有到很惊艳的地步，就是一瞬间超强，都是要一点时间去暖机。不管是小普也好，还是这个是提普也好，而且这个提普莫多莫嘞，他的连击好像坏掉这样子了。打到现在这样多个回合下来，完全不连击就是不连击哦。呀，对，我干了，动都不动，死就不动。我就算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。先解决掉你。照顺序吧，照顺序吧，这边感觉怎么敲都无所谓了。OK 啊，哎，这个格斗系必杀，我不是吧？哎，やめて、やめて、やめてくれ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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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5万，55万。いけ、死ね！啊，狼大哥挂掉啊！你看连击完全不会出来，不为什么？完全就是不连击的那个超诡异状态，是不是？你看彩，不管是彩星的这个提普，还是我自己的提普，连击系统就是不会出来，坏掉了吧？哇！如果现在用的是技狼狈的话，我会俩空啊！什么鬼？这怎么得？给我 checking 一下哦，我是不是点错了？对啊，15连击18彗星，然后好友的23连击12彗星啊，全部都不会连击。好的呀，亚巴克呢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好诡异呀！OK。那不过还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就是啦。就打起来很让我莫名其妙化的，为什么你们的连击全部坏掉了吗？队伍内自带连击的角色都不连击了才好笑。哇哇哦，马萨嘎竟然由你来收掉。可是那个输出真的是可以哦，100万，低到吓死人啊！这只猪我就记得那个Junior 那一个时期的是吧？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Junior 那一个时期的。这个样子好了 okay, ，OK， 然后这个也是。红血道具我看留着 ，OK OK， 最后把它给弃绝掉 ，OK， 碎了。那反正普队来说就全部通用，哎哎，527万，但是你该要做工了吧？好啦，连击呢？哎，等于23点连击喂，然后本身自带中确力连击呢？什么鬼哦？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呀？啊，连击扑空。OK， 再来。什么鬼哦？这真的是出了什么鬼哦？真的是不知道要讲什么哟、哦！哎哎哎哎哎，马吉，马吉，哦吼，23万，好痛！出事了，大佬，怎么个搞法？
哎哎哎哎，买买个。哦，这个也太诡异了吧！今天是什么事情哦？哎哎，310万。哦，cannot 啦，破坏光弹，再来，喂喂，真的是不联机的哦，哈哈，呀呗，这个世界是怎么啦 ？OK 啦，30万的防御力可以上场了啦。哎，少掉了，这边就会多一点。应该是哦，连那个连，我还是算了。讲真，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OK， 马金布。哎，那这一次打起来真的是好不爽哦！欸，该来了吧，你的连击，哎。哪里可的？呜呼，25万，好痛！哎，死麦打，啪！连那个让人感到寂寞的普攻。OK， 难道又是要让你来收尾吗？最后一下。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让他收尾了。还有够，这一 round 真的是有够搞的哦！到底是什么鬼事情哦？打起来超级不顺畅啊！算了，就一个 dot com 给结束掉它算了。超诡异的这一轮打上来，那个连击系统完全坏掉了。明明可以爽打，结果打到我，这么浪费我这么多时间，不是普并不强，是系统太坏了。OK， 好，打了一场连机系统坏掉的战斗之路，好痛苦啊！彗星的触发力也普普，然后。连击这个是最惨的，骂骂嘛，不过就也没什么套非常难啦，就正常通关就好，道具也随便花罢了。OK OK， 那么这一次的人工生命体就是这个样子啦，非常简单啦。其实还有就是如果有抽到宿属赛鲁的朋友，直接组赛鲁 team 也是可以轻松的 K 过去啦，相信，只不过就是普定嘛。始终偶尔还是要把它给拿出来玩一玩的，还是要拿出来玩一玩的，非常爽，非常爽。只是那个连击系统不触发，让我很悲痛，莫名其妙，明明可以 一回合秒的，就是要拖到他两三回合。哎，马金布 ，Anistano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特尼。